将本国安全凌驾于别国安全之上，图谋强化军事集团，建立绝对优势，甚至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塑造别国的周边环境，只会引发冲突对抗，分裂国际社会，也只会让自己更不安全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